王力宏的优质形象让素食业者三度找他代言，而这次的冰品广告更找来了陈慧琳搭档饰演一对情侣。这对帅哥美女的组合在镜头前是大作鬼脸，不过王力宏仍是帅气十足。我们就多做了几种不同的，然后导演去选，所以最后选的这个应该算是最不可怕的，因为有很多已经认不出是谁的脸。对，再试试看。下次，为什么被剪掉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